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今天我来到奥美家健身中心，要来制作我们的《瑜伽人有约》的第二集哦。然后我要来找一位叫 Irene 的健身教练，他今天会来教我们做核心运动的训练。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来吧 ，Go。Here we go。好，我现在已经到了奥美家的草皮区了。我身边这一位是 Irene 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教练。那今天的话，我要带我们的博主一起来做一些关于核心训练的部分。那像因为防疫期间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会比较少去健身房运动。那这些动作的话，他也是可以在家里做。像我会带的话，就是会属于是拿一颗球的部分。那如果说今天的话家里没有球，你也可以随便拿一个重物下去增减你的强度。到时候的话，我都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做进退减。那如果是保特瓶可以吗？保特瓶可以啊，当然好。保特瓶装水可以啊，可以啊。只要有一点点重物，你要拿大瓶的、小瓶的，就是随你的动量跟随你的强度下去做调整。好哦，那我很期待，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Go。Hello，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等一下的训练。那家里的人呢，都是可以请你帮我们准备三样东西。那有我们的瑜伽垫、滚筒，那或者是我们这颗药球。那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可能家里没有这些器具。那我们这个滚筒的话，我们可以用小保特瓶去代替。那像我们的这个球的话，你可以用比较大的公升数的保特瓶下去代替，可能外面那种一公升的水啊，或是那种两公升的那些的话都可以。好，那我等一下带 Sophia 来开始做我们的核心训练。那等一下的话，我会带几个动作，我先带第一个动作。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会练到就是我们的上腹的位置。对，因为很多人的话，他们都会觉得肚子长不到力，我们就先用比较简单的下去做一个调整。所以等一下呢，你可以拿一个滚筒。那如果家里没有滚筒的人，你可以拿一个小瓶的保特瓶，只要有一点点重物就好。这个是比较初阶的女孩子们啊，可以先试试看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先躺在我们的瑜伽垫上，然后呢，把我们的滚筒的话往上。对，往天花板上面延伸。那上来的时候呢，等一下呢，让你的上背直接离开地面，然后头顺势的话一起离开，想象你的滚筒呢要往天花板，让你的手慢慢的往天花板延伸，停留个两秒之后再慢慢的往下。好，让你的上背呢碰到瑜伽垫之后就直接往上。那记得在这过程中都要保持一个吸气吐气的动作，在瑜伽垫上的时候呢，去做一个吸气的部分，吸一口气，然后嘴巴吐气上来，帮我执行10到15下。好，来加油，吸一口气，好，来嘴巴吐气上来，好，来一，对，很好，好，来二，对，很好，好，来三，好，来四，来五，来六，七，八，九，好，来十，好。那我现在来带大家做第二个训练。那第二个训练的话，它是练我们的腹内外斜直。像有些人就想说，夏天到了，想要有马甲线的女孩子们，那我们就是可以 for 这边，这里的话就是让你的线条感更明显。好，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就一样拿比较轻的重量，身体坐正。如果可以的观众朋友们，请你帮我脚跟离地。对，那脚跟离地之后呢，拿起我们的小重量的东西。等一下的话，我们从中间开始，慢慢的往左延伸，眼睛视线呢跟着我们的重物一起往左边停留一秒，然后呢再回到右边，这样子的话做一组。那等一下的话，再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帮我做10组到15组，我要看到每个人的肌力状况。那等一下请 Sophia 跟我一起做。好，来，我们来开始一，对，很好，好，来二。三，对，很好哦，来继续哦，来四，吸一口气，吐气五，好，来六，
来七，对，很好。好，来八，好，来九，最后一下喽，十。对，各位观众们朋友，我们做得很好 ，OK。那第三个动作呢，我们要来练我们的下腹的位置。对，下腹的话平常比较少人去练到，因为刚刚我们的话有从上腹斜腹，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下腹的位置要去做训练。所以等一下呢，各位观众朋友们一样帮我拿着比较轻的重物，帮我躺在瑜伽垫上。等一下呢，把我们的重物的话往天花板上面延伸，脚的话打直，帮我抬上来。吸一口气之后呢，慢慢把你的脚往地板上靠，然后在嘴巴吐气上来。各位观众朋友们，等一下请你们帮我做10到15下哦。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第三下了，来三，吐气，对，来四，好，来五。好，来六，好，来七，好，来八，九，吐气十，好，好。那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做全身的腹部训练。那待会的话，我们一样拿着我们的轻重物呢，一样帮我躺在瑜伽垫上。好，那就躺在瑜伽垫上。那等一下呢，一样让我们滚筒往我们的天花板延伸，让你的大腿、小腿呈90度。这个时候呢，右边的脚不动，鼻子吸一口气吸到肚子之后呢，让你的左边的脚伸出去，然后在嘴巴吐气回来，吐，吸，脚伸出去。吐气回来，等一下呢，请各位观众们呢，一只脚帮我做10下。好，那等一下我要来稍微指点一下 Sophia 的动作。来 ，Sophia， 请你帮我做10下。对，好，来，等一下左脚先伸出去。对，很好，一，好，来二，好，这只脚尽量稳定哦。三，来吐气四，好 ，Sophia 再帮我吸多一点，让我的手指没办法插进去你的肚子。好，来五，来帮我收回来，收回来，对，脚一样继续伸出去的话，停留一秒之后再吐气回来。来七，对，很好哦，来加油。来八，很好，来嘴巴吐，来鼻子吸，对，很好。来九，来这只脚尽量不要动哦，对，帮我稳定住，这样可以感受比较多核心的感觉。好，来十，等一下我们换右边的，好，那等一下我们换右边，好，来吸，对，非常好哦。好，来二，对，很好。好 ，Sophia， 我想帮你加一点难度。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因为刚 Sophia 她是往斜前方，那等一下呢，我们会由上往下，这个弧度的话呢，可以增加一点难度。好，来，我们来继续，来继续第四下，由上往下，对，来五，对，很好。对，画一个弧形。对，好，来六，对。好，来七，好 ，Sophia， 脚尽量帮我伸直，对，很好，你觉得比较难一点的，好，来八，对，非常好哦，对，一样，尽量这只脚不要动，好，来加油，再两下，我们快完成了，来九，对，非常好，好，来十 ，OK， 好，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做腹部的动作，只是会多一点点串联的动作。好，等一下的话一样帮我躺在瑜伽垫上。好，那 Sophia 请你跟我一起做。好，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做的话呢，一样让你的大腿跟你的小腿呈90度，那一样拿着重物。那等一下呢，我们做的时候呢，吸一口气之后，让你的臀部离开地面，对，臀部帮我一起离开地面，让你的膝盖尽可能的靠近你的身体，对，然后让你的脚趾碰到我们的滚筒之后呢，然后再把脚往前伸直，对，然后再弯曲，弯曲，对，碰到之后再去做一个伸直的动作。等一下的话，一样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帮我做10下左右，对，好，
继续吧。来三，对，好，来四，好，来五，五，很好。Sophia， 你可以帮我试着滚筒一起做一个晃动，好，对，等一下在这里，这里就起始位置，对，来八，对，然后往后，然后再回来，对对对，很好，来继续来九，好，然后再回来，好，给大家吐气，来十，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做侧棒式，那这个侧棒式呢，主要就是可以练的一样是我们的腹侧边核心的部分。那等一下呢，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一样帮我拿着我们的滚筒，那帮我放在旁边，等一下请 Sophia 跟我一起做。对，好。那等一下呢，第一步让你的手肘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然后你的手的话可以穿进去我们滚筒里面。对，那再来的话呢，双脚屈膝，那屈膝之后呢，让你的臀部直接离开地面。好，离开地面之后呢，让你的手往天花板上面延伸，对，这样子的话可以去帮我做一个稳定。那如果说呢，你今天觉得哎，这样子好像没有到这么的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滚筒下去做一个滚动，让它去增加不稳定性。那这个不稳定性呢，就是可以去增加你的核心的部分，但同时呢，要帮我注意说，很多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屁股的话会往后方倒，但是我们尽量尽可能这过程中全部都夹紧我们的屁股，对，让你的身体去做稳定，然后你也可以顺势呢去做一个滚筒。好，那等一下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帮我做十下。 好来，把屁股帮我离开多一点，对，非常好非常好，不用下来，你就一直看着。那等一下的话，就帮我停留十秒。十秒的话，为一组，帮我做十组。对，好，滚一下 Sophia 的滚筒。好，来二，对，好哦。来三，来四，对，很好。来五。来六，来七，来八，好，来九，等一下再一下哦，十 ，OK， 好，结束。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换做另外一侧。一样，屁股帮我夹紧。好，来二、三。那请 Sophia 要帮我做滚一下滚筒。Sophia， 你觉得这样子的话，你的强度有比较高吗？会觉得有点不太稳定，还是还好？会有，嗯。会令人比较不稳，比较不稳一点。好，那身体会跟着想要一起动。对，那这个时候呢，那 Sophia 就是要帮我夹紧屁股，那这样子的话也会说，哎，有时候像要去对抗一些比较不稳定的训练，那都还蛮适合去加强强度的，它不一定是重量的加强，像这个的话对一般的观众而言也是很适合的。对，我会借由一直去滚动，然后让它去做一个抵抗。 OK， 好，休息。好，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不拿任何的东西，我们就单纯自身体重下去做一个腹部的训练。好，等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请你帮我们的手掌呢放在我们的肩膀正下方，那请 Sophia 跟我一起做。对，对，然后第二步的话呢，让你的膝盖的话在臀部的正下方。好，等一下，左边那只脚膝盖离地，然后往后踩。对，然后等一下换右边，也跟着我一起做一次，往后踩。对，好，这个时候呢，屁股夹紧。对，感受一下你的腹部核心的张力。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想象我们左边的膝盖要去碰左边的手肘，那如果碰不到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关系，就尽量碰到就好了。
等一下呢，我们左脚膝盖跟右脚膝盖为一组。等一下，请你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帮我做10到15组。好，预备开始。好，来一，对，停留一秒，然后再回来。来，好，碰到之后再回来。等一下，请你们帮我继续做10下喽。好，加油。好，来3。好，来4。对，很好哦。好，来5。好，来6。好 ，Sophia， 右脚跟着一起换右边。对，好，来7。对，很好。好，来再换左边。对，来8。左右左右。对，好，来这边9。好，来加油。来右边。好，来10。OK， 好，休息。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我们是做一般的棒式。那这个棒式呢，我们可以用手肘撑的话，这个会比较相对性比较简单一点点。那等一下的话，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然后一样，就是让你的膝盖的话在你的屁股的正下方，然后稍微有一点距离。对，稍微让你两边的膝盖距离的话有一点开。对，收起来，请你帮我再往前一些些。对，很好。好，吸一口气之后呢，左边的脚帮我往后踢。对，膝盖同时离地，然后再换右边。好，那屁股的话帮我往下一点点。对，夹紧你的臀部，然后让你的后面的脚跟的话尽量是踩瑜伽垫。对，这样子让你的重心偏后，可以感受我们的腹部的张力。好，那等一下呢，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帮我撑10秒为主。好，来，那我来指导一下 Sophia 哦。那我们来做10下。好，来1、2、3。Sophia 屁股再帮我低一点点，对。然后脚后跟想象你要往后踩，好，这样我比较吃力嘛。有。好，来4，很好，来5。好，来6。7。8。9。10。OK， 好，我们就先做10秒为主。Hello， 那我们的训练已经结束了。那刚刚的话，我们都是以10秒或10下为一组，那就可以看每个人的强度不同有所增减，增加组数或者是增加次数。那组数的部分就是举例来说，我们一个动作，我们大概是做1组左右，那你可以增加到2组、3组，次数不变，这样子下去去增加你的动作强度。又或者是今天的话，你的组数是不变的情况下，例如1组我做了15下。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先以15下，最多15下为一个单位。那如果说15下为一个单位，觉得太简单，我们再增加组数，从1组变2组。好，谢谢大家。那今天真的很谢谢艾韵老师带我们做的核心训练运动。刚才做那几个动作下来，我觉得我这边好像在燃烧的感觉，还好刚才没有吃太饱。那我们就是很感谢今天奥美家提供这里的空间和艾韵教练来教大家一起做这趟运动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你有拍到那个猛男吗？